报38页，你来看看。因为我们这次开始就用文字来介绍了嘛，那我们有介绍过 Copilot， 它跟我们用那个 ChatGPT 里面的答疑是采用相同的绘图的，所以在这里跟他讲中文就好了。可是你要跟他讲中文，还是有一个结构嘛，所以我们先认识他一下哈。基本的这种文字生成的这个结构大概是像这样：第一个，你的场景是什么样的情形？好，你是在比如说在教室，像我们这样在教室啦，还是你在户外、在餐厅、在海边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你的主题是什么？好，主体是什么？比如说你可能是人，也有可能是狗，对不对？也有可能是风景，也有可能是树，都有可能。再来，他有没有做什么动作？然后呢，你的图片的风格是什么？当然，这四个不是说一定都要，你也可能有少一个或者只有一个都可以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个，你看，要你做出这种东西来，你觉得容易吗？哎，这个我上面都有做超链接哦，你都可以点回有那个大章的。哎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首先这个场景，故宫典藏有没有？好，有的嘛。哦，这个我场景，那我的主体是什么？哎，耳机、滑鼠、键盘、笔电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试看看哦。如果你用这个 iPhone 啦、iPad、Mac 啦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有这种的。然后呢，这里就没有动作，因为就这样子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个风格是什么？秦朝出土的，有没有指定年代？所以你看 AI 多么好玩，点开，你很少看过这一种的，有没有？你看嘛，哦，这样古董呢，所以你知道使用 AI 之后最大的差别在什么？你的想象力。如果你没有想过这样，你怎么不太可能去真实世界去创造出这种东西来？你这样你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可以点过去哈，你看点这个，好不好？你看，苹果光芒也可以有不一样的显示方法。所以你看我这样子分享出来，你有没有发现跟你刚刚看到哪里不一样？来，这里我先抓一下给你看。我们刚刚看到的在 Copilot 里面直接看到的是这样，跟这里你觉得哪里不一样？你看看这个选项，李佳有没有发现你哪里不一样？多一个这个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储存会存在哪里？存在云端。因为我们微软的账号跟 Google 云端一样，是不是有一个云端硬碟？微软也有哦，它叫 OneDrive。 所以如果你在这边按储存，它就会把你存到那边去。好，虽然它分享事实上也是有啦，也是有，因为它也是存在云端嘛，只是你比较不知道它放在哪里。但是有了这个，你就可以把它存在你的那个微软的云端硬碟里面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那我们在这个界面呢，就是很单纯的去生成图片而已。所以你存起来，它不只是存图片，有没有包含你的提示词也帮你存起来了？是不是都有了？哎，就是像这样子哦。所以你今天像这个，我们刚刚在这里，你家。像这样存起来了，我就 OK 啦。所以滑过来按储存，有没有？他就说你已经储存了，你就会放到这个地方来。那在微软这边，集锦就是我们讲的资料夹的概念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所以我们让大家来试看看哦。来，你可以自己试一下哦。如果你想试一样的提示词，你就把它复制起来，拿到这边，好，拿到我们的 Copilot， 在上面这里把它贴上去，
所以如果你想试试后面的，因为这两个我没有放在一起了哈，所以你可以自己改变一下。如果你前面不要，你就把它拿掉，按那头后啊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啊，如果你想要把它在后面再加摆放，放在秦始皇桌上，可以吗？我看一下哈，秦始皇的书桌上，好，我帮他加一个情境，就是这些东西我要摆在他的桌子上面哈。来，我们来生成一下哦。各位不要忘记哦哈，你的点数可能现在只剩下应该不是15点了，因为早上用一两点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，就建立一样，他就给你四张。好了呢，来看一下有没有，它就真的摆在桌子上了。这样可以接受吗？那当然，我们在生成图片的过程哦，说真的，没有办法，很少啦，就是一次就 OK 的。你可能会需要怎么样，来来回回去修改那个提示词。像我就常常发现，因为我们有提到 Apple， 它就一定会有 Apple 出现，这也算正常的哈。但是啊，所以如果你不要，你可能就告诉他不要有苹果出现在画面里面。你可以告诉他不要的哦，不是只有你想要的哦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让大家稍微试看看，找到你比较满意的，一样把它贴过来，这样 OK 吗？来来来，请大家试看看哦，看哪一个你有比较满意的，就帮我贴过来。你也可以用抓图片的，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截取画面的方式，因为这样你的提示词就可以一笔带过去了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使用生成图片会上瘾了吗？有没有感觉你突然变好厉害？弄个出几滴水的，那变化那么多。我刚这边还没有指定风格哦，没有指定太多，你也可以给他什么卡通风格啊，对不对？或者迪士尼风格啊，那这样出来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哦。